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风朴实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渔网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，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纺出食物，有的做谋谋生。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。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
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旧书野味是充满爱与包容的婆婆的姜丁粿，好吃哦，跟大家分享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天的野味食材是猴头菇，我也用猴头菇做了今天的这一道感恩的菜，它是客家姜丁粿。在我初入客家的家门时候，我很讶异这一套粿，咸的跟甜的可以这么的融合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只要看到姜丁粿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我就只会想到我婆婆。咸跟甜可以这么的融合，就像长辈对晚辈的包容一样，这样子的契合，这样子的一道菜，在我心里这么多年，我很感念他。母亲节快到了，妈妈谢谢你，客家姜丁粿真的好吃，欢迎大家一定来试试看哦，感恩。客家姜丁粿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，就是用筷子把它切，这个是婆婆教我的，我学了很久，虽然学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成功了，好吃，欢迎大家，感恩。九九流浪的河沟。
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观自在菩萨心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接下来第二节问题，他说：“瓷器的佛菩萨不小心摔碎了，怎么处理？给这个包包哎，然后呢，你要放在你的书柜里面也可以，因为尊重嘛啊。乃至有些人要拿到没有人踏到的山顶，把它埋在那边也可以啊。那基本上不是乱丢在垃圾桶，那个包哎，因为我认为那是在尊重啊，就像我们。”这个往生者如果他有修行一块